给小雨送念雨，心叹是哎呦，今天很嗨哦，你比较嗨，我刚看到你，我又知道，我就觉得你差点要跳下去，我差点要跳，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学校就是会试着就是跳到人群里面这样绕一圈嘛，对，定周你应该会绕很久，我觉得今天好像可以绕，你们觉得今天可以跳吗？先让小雨喝一下水，不过小雨当然今天是这个耶诞节。耶诞节有没有一些耶诞祝福的话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for 南太科大。是一个最特别的，快乐对，最特别的耶诞快乐。虽然跟生日快乐歌有点像，但没有，有做了一点改变，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是，不过呢，其实真的小雨呢，这几张专辑其实大家都一直都很喜欢。然后呢，今天也特别用主曲的方式带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啊？哎呦，要请小雨来抽出今天的大奖，是不是？是是是，因为他们今天其实有三个大奖，今天最后大奖是 iPhone 5S。那不用抽了，对对对，我们直接拿走了。开玩笑的，我也那么觉得。其实里面现在只有两张啊，只有你跟我的而已。真的吗？所以抽出来不是你就是我。OK， 好，所以可以这样子，直接来，直接抽吗？那一定抽到名字的人，唱名三次要赶快上到台上来，一定要在现场才可以拿到这个最大的大奖。是，都有写名字、班级。什么戏什么都有写好，对对对对对，5S 哎，对5S 哎，然后听大哥音乐可以小声一点点，对啊，就那时候心情应该很激动，就激动倒还好，同事比较激动，哦真的，对，终于唱到了我的，然后我在那边背那个就等一下工作的稿子还是什么，哦，但是就看他们很激动很开心，我自己也就很开心，对啊，而且今天来到我们南台科大，我没有想到南台科大的人超多的，超多，这个我觉得现场应该有多少，两三万，是不是两三万人有吗？你想哪里开玩笑的，可是刚刚那个但真的很多人，超多的，这应该是我唱大学唱最多的，南台科大，你这样讲对了，因为刚刚副校长有说，你知道他们学校的学生有17000多人。Oh my god！ Oh my god！ 那我听见10000多人的声音。有。所以今天我想，今天的圣诞节，我们的小雨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度过，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啦。真的，真的。对，那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歌呢？继续带来，本来是要唱。昨天唱的歌，但我想说还是唱我想唱的，因为我觉得我唱的很想唱，你们才会听得很想听，是吗？很配合。那我就来唱刚新欢唱的 Forever Love。哎呦，真的、啊？开玩笑。哎，有啦，我看啦、啊，真的有准备。但我不会唱，我只会那一句。Forever Love。然后呢？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哦，力宏哥，不好意思，哎、我乱改你的歌啊。对对，哎，不错哎，我觉得蛮有默契，我们组一个团好了。一定 OK 的，因为我们一直讲说，就是未来如果很常遇到，会有时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会也会一起唱歌，我们练一练，然后我们两个组一个，以后只要有小雨的场，我们就表演这样。对，像化疗超男子。哈哈哈哈哈，化疗子，还不错。好的，那我就继续唱歌。好，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小雨啦。好，舞台。